第十三题，由于电路如右图所示，四个灯泡规格都相同，且通电后都可正常发光，则哪一个灯泡会发亮？灯泡会发亮，必须电路是通路，如果是断路，它就不会发光。那么另外一个不会发光的是短路，但正式教是在国三下学期。那我们电流流过来，走过甲的时候呢，这里是断路，所以呢，甲灯泡不会亮。那走过丙丁的时候呢，因为我们的开关没有接通，所以它也是断路，所以丙丁呢也不会亮。只有走过乙的时候呢，它会形成一个通路，所以乙灯泡会亮。第十三题问我们说，则哪一个灯泡会发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。